此刻游戏与大家，我是呆萌，各位看客老爷万福金安，感谢各位捧场本期的赛场盘点。先来看看如今的排名，昨天比赛 RNG 输给了 PSG， 所以 RNG 与 DK 并列第一， PSG 位居第二，第三则是 MAD， 剩下的两支队伍我不多说了。好了，排名先看到这，下面让我们进入今天的赛场盘点吧。神钩出手空中拦截，在 PSG 对战 MAD 的比赛中，22分钟中路战场泰坦突然闪现出钩，直接将小炮空中拦截，转眼间小炮灰飞烟灭，不得不说这小炮走位确实有点嚣张呀。边线的兵线上路还可以，但下路不好哦，强行勾过来瞬间秒杀了小炮。小炮虽然说 W 跳跃有一定的优先级，但是还是被大招给大了起来，超快上套保住 C 位。在 DK 对战 MAD 的比赛中，30分钟 MAD 劣势情况决定开战，泰坦闪现出钩，但是泰勇反应太快了，瞬间给了个套子保住了卡莎，然后卡莎就肆无忌惮的输出，辅助也抱回了小炮，将其瞬秒。最后随着卡莎的飞入， MAD 四人倒地，直接一波打出GG。毕竟哇，又打了一套乌迪亚，乌迪亚已经没血了，中路又打了一下闪现钩，哇，这个盾，哎呀，这个盾还给错了，这个圣的盾。当然的话，小炮也倒了，峨眉的脚底的一技能往过走，卡莎飞进场，哇，闪现被一波了，一波了，卡莎跟佐伊，最后卡莎拿到一个 double kill。盲僧完美操作击碎 RNG， 在 PSG 对战 RNG 的比赛中，六分钟下路 PSG 进行针对性进攻，盲僧 TP 泰坦出手，侧翼莫甘娜打残兰博，盲僧到场 Q 技能收下小飞，然后顶塔一脚踹飞两人，击杀日女闪现拉开，凯旋回血就是不死，这个配合实在有点帅。这一场平心而论啊， PSG 人家打的确实好，小威大招给到小威，这边又给到一个 TP， 小明这里应该是能卖一个卖一个了。小威那里的话很危险，盲僧也来了，一 Q Q 到小威，而且这波的话两个人要注意走位，不要被穿。哇，被穿到了，被穿了，但是能不能换掉？韩毕这里差一丝血没有死掉，这波有点炸，这波很炸，这波直接炸了，是的。完美团战让人看了十分舒服，在 PSG 对战 C9 的比赛中，20分钟 C9 乌迪尔头脑发热，竟然一个人冲到五个人脸上，然后一个闪现就把盲僧带到了人群之中，配上日女大招，盲僧这么一踢，莫甘娜这么一大，瞬间 C9 就只剩下一个禁夫了。虽然禁夫打人很痛，但是毕竟双拳难敌很多手，最终殒命当场，这一波最大功臣当属乌迪尔。卡莎没有两件套吧，甚至 Flavor 自己还皮了起来，但也太皮了，被迫露露的疯狂生长都给了他，盲僧踢进去，这一脚三个非常的漂亮，莫甘娜直接一波 WQ， 红方总算找到了自己如愿以偿的开团的机会，虽然说抢手猎撸猎到两个，但是闪现过来砰砰两下将其秒杀，最后抱着 1v3 还是背不动了，成就卡莎的双杀。嘎啦一嘴之力喷退众人，在 RNG 对战 PGG 的比赛中，27分钟 RNG 中上突然上头，被 PGG 集火秒掉，此时四人聚在的 PGG 决定开龙，接下来只剩两人的 RNG 将作何决策呢？很简单，这个位置 LPL 的观众再熟悉不过了，著名的景点司马老贼曾到此一游，而这次嘎啦也印下了自己的足迹。哇，闪现被踩了，这边大队在这里疯狂 A，嘎啦打了点 A， 哎，嘎啦闪现躲又上了，台上操作，这波有机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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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相信嘎啦，相信嘎啦，阿金的，看嘎啦的 W 什么时候，嘎啦的 W 有了吗？应该快了，小威上去再帮忙留人，哎，小威有点危险，哎，大龙击飞了好像，但是嘎啦这个位置压得很好，没让对面敢输出，是的，但是。船长的大招 AOE 直接拉满隔开战场以后，牛头孤零零的锁在了外面，好在自己身上有大海，有果子哥，这一个小炮还空摘了小炮，小炮这个位置再次被闪现拍中以后赶紧交闪，这一波 C9 真的是卖有成，这一波是紫温点的吗？危险的位置，但是可汗的这个大招直接是 AOE 拉满，后续莫甘娜找到了，莫甘娜点的小炮还被空摘了下来，嗯。下面是本期的留言互动环节，第一位看客老爷天使来了，留言说 Demo RNG 输了你有什么感触吗？没啥感触啊，我觉得该输了，真的前面 RNG 这么连胜我都有点心慌，现在输不见得是坏事，所以我内心很平静，甚至会觉得啊，输了这一场还挺好。第二位看客老爷小虎城里人留言说 Demo 马上高考了，我最近压力好大该怎么办呢？这个很简单啊，你不用问我，我告诉你问谁最管用，这个人不是老师
师不是家长，而是你们班人很好但是学习很差的那位，你问他，他绝对有方法让你不紧张，请相信我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，节目的最后别忘了给弹幕点个赞，收个藏，关个注呗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，拜拜。